比比东临死之前求唐三放过胡列娜和千仞雪。唐三，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求过人，哪怕是你老师我也没有求过，现在 我求你答应我最后一件事。请讲。雪儿，她已经不再是天使之身，甚至连武魂都已经破损，再也不可能对天斗帝国造成任何威胁，更不可能对你产生威胁。所有的坏事都是我一个人做的，和他无关。还有娜娜也一样，我请你，不，我求你放过他们。武魂帝国不复存在，我只想他们能够活下去。应该知道，这不是唐三一个人能够决定的。唐三，难道你不知道他们两个都喜欢你吗？你就那么绝情？小刚，不论怎么说，她不是我的女儿啊！老师，您做主吧。雪崩的声音从旁边传来，唐三深吸一口气，终于点头。